婚人妻帮堂女钓老外金龟，分叉的感情线一定嫁有钱人。唉，我够想啦，去边度揾有钱佬先得噶？有钱佬你唔使揾，你识揾佢就得啦。55岁嘅佢，孖个中国女 partner 喺英国搞咗间婚介，专帮中国女钓西方金龟。佢话中国女人要求男人有外表、有智慧同地位，概念好正確，但就话西欧女仲停留喺憧憬浪漫嘅时代。呢、這个西班牙女嘅城市同佢嘅理论一样实际。94年仲系英国保守党议员巴克老婆嘅佢，搭上当时国防总参谋长哈迪，仲爆大镬，搞到哈迪冇得捞，将城市卖咗15万英镑，最后同老公离埋婚添。